人道，正正明明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中西医药教育发展与纪实的入口，中国医药大学。一、二、三。恭喜被揭开的秘密正式揭幕。
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成立以来，一直持续致力提升临床教学、研究发展与医疗服务，并且全力建构完备的中国医疗体系，朝向世界有了东西医学中心迈进，为病人真心奉献。